大家进入直播间啊，大家见的话可以点点赞，点点关注。如果大家想了解说什么吗？可以打在评论下方。对，服务行业都是这样啊。包括这款车的话，入门价格的话是在一个1.4万到1.4万，因为有的时候跌跌碰碰啊，不太知道，所以的话就是磕着的。前期欢迎大家，你可以点击我们下方的这个小风车，留下我们这个联系方式，我们会有专业的美女小姐姐，也可以给大家做到我们的这个了解我们的这款车辆详细细心，好不好？感谢大家支持，我们进来的伙伴们，我们点到7000了，好不好？永川有售后吗？这个的话，我们到时候就只能去查一下哈。我们点到7000了，来上接着给大家发一个福利，好不好？稍等。再来一个车牌，可能就是8万多一点点这个样子，因为我们这个保险的话可能8000多吧，看你买多少的保险，买个保险，买个就是车牌，我们18万多一点点哈。感谢遇见明天遇见你，这位大哥你可以点击我们下方的这个小风车，留下我们的一个11位的一个联系方式，好不好？留下我们的这个11位的一个联系方式，你可以来到我们的门店进行试驾，也可以来我们的门店偶遇兰兰，好不好？我们点到10000赞了，兰兰接着给大家炸福利，好不好？感谢大家支持。我们来这个开播福袋啊，欢迎老杨，欢迎半路现在，欢迎小白，咱们1000啊，1000来开播福袋，好不好？欢迎 PYY， 这谁点的歌呀？别太大声啊，要不然这个声音大吗？直播间那个宝贝听这个歌声的声音大不大？把那个歌声的声音稍微调小一丢，调小一丢。欢迎 GM， 欢迎简先生，我说的。来吧，不限鸳鸯不限仙，欢迎来到爱豆文姐的直播间，赞赞走到1000，咱们一人。下午好，下午好啊！来，赞赞走到1000，咱们发一人30个币子啊！赞赞走到1000，我们一人发30个币子，好不好？进到直播间呢，我们下午带大家看这个高阶智驾版，因为它晚上又要走啦。全北京只有两台，我们现在是白色的高阶智驾版的，陈斌是在直播间的，这边来的宝贝抽了6啊，一直陪我的来抽个8。静电的送冰淇淋嘛，静电的咱们可以享受下午茶，咱们静电的是可以享受下午茶的，咱中国人享受下午茶啊。骑驴去西藏，你是在北京嘛？你要在北京，咱们静电不仅有礼物，可以享受咱们的下午茶啊，可以享受咱们的下午茶，还可以带大家欢迎这个杨洋，欢迎刚进直播间再来一首500的歌啊，欢迎懒羊羊，欢迎这个姐姐，那是你那年代的吧？